Ayo Star， 我被网络诈骗了，但是我不怨任何人，我也没有要检举，因为就算我倒霉，谁叫我自己要贪小便宜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个购物资讯，上面写着超震惊的数字 ，LV 联名 Supreme 的一个红色的后背包，居然只卖1280。我知道这个一定是假的，很明显是假的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它图片用的就是跟真的一样，所以这个时候贪小便宜的心态就出来了。如果你是一个有在玩牌子的人的话，你会知道这个正版的一个包包大概就是13万一个包包要装什么？重点就是我贪小便宜，各位不要贪小便宜，贪小便宜会造成什么结果？来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是啥小？我完全无法回答这是什么鸟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个会不会跟图片上差的太多？这是什么？然后为什么会有黑边？盗版可不可以抄的没有痕迹一点？这个黑边是什么？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黑边是什么？还不整齐？你黑边可以，你可不可以整齐一点啊？你是请你未满周岁的女儿随便拿一支笔，然后跟她说帮爸爸画一下，这是要卖给别人的哦。变成什么？这个描边是怎么一回事？是这两个东西都是红色，所以加一条黑线让我知道说，哦，我是设计者，我有这袋子哦，是这样子啊。然后他的后背包的袋子应该要是全部都就是后背包的袋子，他长这样吗？正版长这样吗？啊？如果你是仿的没有关系，但是它原本整条是红色的，你可不可以让它就是整条是红色的啊？你那边，啊，我要有我自己的创意，我盗版也要盗出我的理念，这是什么？你的理念是怎样？为什么要黑？这边为什么要跟原本的不一样？啊？那抄一半啊啊！我现在才看到，哎，真的是 Super Me 呀，啊！有人指定超级要像吴亦凡穿 Supreme， 我只穿拉丁衫，还有盗版 Super Me， Super Me， Super Me 没关系，可是你的里面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臭啊？来，你们闻不到，我帮你们代闻一下，合成塑胶加上一个礼拜没有清洁阿姨打扫的公共厕所的味道。我今天的主要目的除了抱怨之外，还要告诉各位不要省小钱，省小钱就是让你被骗了，你想退都退不了，因为他们的电话就是一个空的，你打不通，这就是我活该，可不可以？为什么1280加400可以加价购在一个？我想说，哎，欸，我不一样颜色，我可以交换杯，我选的黑色。黑色，不好意思，各位朋友，黑色还是 Super Me。有了，唯一的好处就是我终于看不到那个破破的黑边了，因为全部都是黑的，一样破。啊 ！Super Me 大大，超完整一点，我求你了。总之就是要告诉各位，不要贪小便宜，因为你除了会背着盗版上街之外，还会穷啊。我们来抽奖吧，只要有10个人要参加这个抽奖，谁想要背 Super Me 啊？只要有超过10个人，我们就抽两样加起来价值1680的 Super Me 名牌包包，赶快来背着 Super Me 上街吧！我是达尔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分享；如果是 YouTube 的朋友的话，记得订阅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有人指定超级要像吴亦凡穿 Supreme， 我只穿拉丁衫，还有盗版 Super Me。新牌是你，傲喜傲鸟，全部翻成中文就是吃饭吃面大便尿。